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，开球的是利物浦。拿球的是贝克汉姆，贝克汉姆的机会，好球！贝克汉姆攻破了对手的大门。完美的单骑闯关，突得精彩，射得漂亮。比赛继续，现在领先的是红军利物浦。贝克汉姆漂亮，贝克汉姆单挑门将啊，太可惜了，他们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扩大领先优势。他们本来可以两球领先，很舒服地应对接下来的比赛，可惜啊，没把握住机会。哎，球还在脚下，接外球，他们今天这个高位逼抢啊，执行得非常坚决。这是有人来提供支援了，禁区内直接倒地铲球，抢到了好机会，交给了小贝，姆巴佩，萨拉赫，这机会不错，这球居然都没打进啊，他刚刚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啊，面对对方守门员时显得不够冷静，没有在最佳的时机选择射门，错过了锁定胜局的机会。他们没能控住球，好机会，萨拉赫，球被扑出去了，不过警报还没有解除。哎，这球还是进了。这门将的第一下扑救已经很精彩了，这补射无能为力呀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做出了无比精彩的扑救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球最终还是进了，这就是足球。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-0。裁判示意补时1分钟，比赛还没结束。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，这个球有机会啊！这次进攻本来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，不过球还是被对手断走了。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，利物浦队正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两个球的优势轻取对手，今天他们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，一个球或许不保险，领先两个球的时候，他们就真的杀死比赛了。